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君。金融海洋老鹰嘉年华即将在这个礼拜六盛大登场，这个从原本社区营造发展的活动到全市封街的大游行，真的是一年比一年精彩，让基隆好热闹。那今年的特色亮点是什么呢？为您邀请到四位灵魂人物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大专官愿景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秋玲。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蔡理事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东信国小校长曾树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校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台湾艺术生活协会理事长廖志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JJ 好。第四位呢是我们基隆市壮观里里长陈威竹。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威竹里长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嗨翻历年来基隆城市的嘉年华。好热闹哦，这个礼拜六基隆市区又是人山人海，迈入第十三年哦。今年有什么样的特色，有没有注意事项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蔡理事长。谢谢各位主持人，那各位观众大家好。2023年的这个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已经迈入第十三年了，那很不简单。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有我们三任的市长这样的支持，以及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境外的团队，然后可以来每一年这样来支持这个活动，让这个活动越来越精彩。那么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也会每一年都置入这个主题。那今年呢，我们特别是强调说城市有爱哈。那有一那个视障的朋友，像盲人福利协进会，还有启明关怀协会，还有我们的社团法人脊髓损伤者协会，还有这个新北市那个励志协会，他们都会来参加我们的这一次的嘉年华游行。我们是希望说，包括视障、身障
不管是怎样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好，但那个让他们可以走出户外。那除了增加这个单元之外，我们今年也强调说，我们新做的道具都会强调，因为每一个道具，各位可能出来看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每个道具都怀孕，肚子都很大，跟我一样。然后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基隆人口越来越少，国人全部都一样，那个生育率越来越少。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鼓励多结婚，多生育，让这个活动也带入更多的意义，让我们的这个嘉年华更有教育的意义，更有这个欢乐的意义，让这一次的活动带来基隆市。你说参加完后，大家就是回家生小孩，是不是？会让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基隆市带来一个活动的高潮。是，哎，真的，这个工作坊真的很厉害，因为你要做出这么大型的花车造型哦，真的都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一块来看看每一年的工作坊，今年的。基隆两大风街盛事之一的海洋老鹰嘉年华即将在9月16号展开。顶着炎热的天气，一群充满创意与行动力来自各社区的民众，在文化中心前广场搭建梦想。今年我们就用基隆好运，然后结合友爱，因为今年我们听说有那个身障的朋友们、视障的朋友都会来，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就用好友爱跟好运这个角度。那好运它有一个谐音，就是一个运气的运嘛，也是好运。那我们顾名思义就是提倡每个人就是增产报国，所以今年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每一个都怀孕。好运报、好运鹰，还有好运漫波鱼，五大全新好运海洋吉祥物都在孕育雏形。嘉年华工作坊现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中，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们嘉年华的行列。海洋老鹰嘉年华主要推手蔡秋玲投入超过12年，号召社区一起参与，活络地方与在地连结。今年的主题围绕友爱城市，还特地打造了海豚专车，让视障朋友也能参与游行。我们鼓励他们走出这个他们的世界，然后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嘉年华游行。城市友爱好运到啊，我们是用这样的主题来呈现我们今年的嘉年华游行。来自巴厘岛的艺术家瓦样也参与多年，感受基隆海洋城市的魅力，邀请大家 Welcome to Eagle Carnival in Keelong。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工作坊一起参与制作，一起参与海洋老鹰嘉年华。哎，这真的很有感觉，因为你从搭这个骨架、纸糊、彩绘到最后的装置，整个花车由大的道具整个出来之后，你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那当然了，每一个社区他们就会负责一具嘛这个花车，所以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威竹里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有哪些社区一起投入创作。大家好，那个今年的社区啊，总共有五个社区在参与这一次的花车的制作啊，总共有五福社区、五伦社区、六堵社区，还有那个里东社区和智慧社区，这五个社区都做了五种不同的花车道具。那因为今年我们还有就是壮观里也做了一台大型的花车道具，是粉红色的海豚。海豚。所以今年看到的所有的道具啊，跟以往我们看到的海洋明星都会一起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谢谢。哦，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刚刚影片上面说的那些海豚，然后海洋好运虾、好运漫波鱼，对，还有好运老鹰，通通都可以看得到，就会变大型。那之前我们曾经做过的那些大型的花车道具，也会这一次出现吗？是，这一次也会一起出现。它连上次去年的那个大精英跟精英宝宝
都会出现，还有一些什么小馆啊，那些都会一并都会出现。是，那就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让人期待。那当然了，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最开始的这个灵魂人物，就是我们的 JJ，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 JJ， 他就环游世界去参加世界各国的嘉年华会，然后带回来很多很棒的经验。然后请 JJ 先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国家冲击让你有不一样的新想法？好的，这边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常讲的嘉年华，其实在国外就叫 Carnival。那全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的 Carnival， 其实它最主要其实都是一个叫做庆典，就像我们叫 Celebration Art， 就是一个庆典艺术。就像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像那个西班牙的欢庆节啦，或者是什么，其实它都是一个像这个农作物的丰收，然后大家就想说，我们今年丰收就把这些东西拿来，不管是到巴西嘉年华有参加过。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那自己讲到巴西嘉年华，当然我们这个活动跟巴西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刚刚等一下会看到很多的那个森巴鼓啊，或者是森巴的那个舞啊，其实这东西是这样子。那巴西是这样，它是一个葡萄牙语系的国家，那他们这个国家对这个庆典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们全国都在这个致力在做这一块，所以他们有所谓的森巴学校，他们每一个城市都有各种大小型的嘉年华。那我们最知道的可能就是里耶热内卢那一个大的嘉年华，所以他其实每年到这个，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出来，他整个在一个表演的，他就是在里耶热内卢，而且他那个是所有一个每一个学校去做前置的筛选，那最后弄出来的比赛，所以大家看到那真的是非常专业而且华丽的。当然我们讲到我们基隆这一块，它是属于社区型的，那就比较不一样。但后面我们再来补充，对。那讲到说，这里面有提到威尼斯的那个面具节啊，那也是一样。其实它当然跟我们比较不一样，他们是用制作面具，他每一个人可能就是最主要是那个面具跟身上的那个华丽的晚礼服那样的感觉，然后很优雅的在那天晚上大家出来哈，所以这又是不同的。其实他在讲的都是一种氛围哦，在讲的就是说，当我们人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会追求一种就是生命生活的感觉，所以他们就会呈现出这样的作为。然后还有法国尼斯，对不对？对，那法国尼斯就跟我们这个就比较相像一点，因为法国尼斯当然，可是各位只要看到法国尼斯的嘉年华是这样，它是每年的三月份在尼斯，就是法国的南方，我们知道普罗旺斯嘛，就是在南法。那整个尼斯是很大的城市，那他们的藕是这样，这是有专业的工厂制作藕的工厂，那跟巴西的森巴学校又不一样了，他们是属于私人专业工厂，所以我们常常电视上看到一些甚至有机械性的那个小木偶操作，然后机械性的阿嬷，机械性的什么那个，包括嘴巴张开会走路会线牵引的那个，都是法国尼斯嘉年华。所以其实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它有不同的思维做法。对，还有番茄节的西班牙，对，我刚刚讲到番茄节，它就是一种像丰年祭的概念，就像任何的丰收我们都可以来创作，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所以你有被番茄砸到埋在里面？当然有啊，其实只要不管你参加的是奔牛节或是番茄节，像西班牙其实有很多，还有一个很棒的叫做那个瓦伦西亚的火炬节，像每年好像三月份的19号电视新闻都会出来，因为他们就是也是用回收的去创作很大型的，在每个他们会放在那个城市的每一个街角，就像我们等红绿灯的街角，然后最后他们比赛，他们只留一二名会放在博物馆，其他当天都会烧掉。那每个人晚上都是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装出来，就像我们原住民部落穿部落的传统服装出来，就是古代的那个服装出来，其实那个整个气氛都非常好。对，所以最后会全部烧掉就对了。对，一二名会保留下来。那是不是让有一个嘉年华让你最印象深刻，就是美国内华达州的火人祭？对，当然讲到这个火人祭是一个视觉的冲击，一般尤其像我们在东方社会里面，我们属于东方社会嘛，不管是台湾啊、中国啊、泰国啊、这些印度啊，我们就不像西方可能对我们来讲，看他们更多元，他们更尺度更大。那东方人的心脏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所以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景象，其实让我自己觉得很震撼，不可思议啊！就是觉得好像不存在这个，就像我们在以前读书说海市蜃楼一样啊，的确沙漠，对，的确那个沙漠是这样，它每年它是成为叫那个 Black Rock City， 就是一个黑岩城。
它这个城市每年只出现两个礼拜，真正只有两个礼拜，但是最精华只有一个礼拜，但是它建造过程可能要两三个月，所以最后它还是要还给大地，还给这个。所以最后你看我们结束的时候，每一个团队的人都要拿那个金属探测器去整个沙漠探测一次，看有没有留下一根针都不行，就要回归。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好像来到了异世界。对，而且它充斥着各种大型的艺术创作，包括动力的、非动力的都有。而且最可怕的是，它每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那个很大的沙尘暴。沙尘暴是完全就像你站在我这里，我看不到你的，那真的很大。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很多防护的装备。是哦，那这个美国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些嘉年华都会让大家印象深刻。那跟我们基隆这个很像，有一个叫做飞梦嘉年华，对不对？对，这个飞梦就是最主要是跟我们这个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是最有关系的。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发现了一本书，叫做《飞梦共和国》，那是我们一个台湾的留学生，他现在是台大城乡所的教授哈。对，就是他在那边留学的时候，他帮这个他发现这个城镇。他写了一个这本书叫做《飞梦共和国》，那有一天有人把那本书拿到我的面前，跟我讲说：“哎，你们这个梦想社区跟飞梦好像是字很相同。”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们就翻了几页，就发觉不对，那不可能，不相信有这种地方的存在，所以就毅然决然，对，我们就直接写 email 后面找到那个作者康敏杰，就是现在的台大城乡所的一个这个那个教授。然后透过他们引荐那个在地的这个主办人，叫做 Peter 跟 Laura， 然后我们就开始告诉他说：“哎，我们来自台湾，我们很对你这个很有兴趣。”然后就过去，他说：“那你可以来参加。”我们就好，我们就报名，报了一个，他就给我们一个，他也不问你什么，他很开放，直接说：“那你就来吧。”他就给我一个号码，就我就27号。那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傻了，就是说到底要表演什么？就去菜市场买了一个那个狮头。那个绿色的石头，他就找了我跟我的那个蔡董，我们两个人就过去。我们打算就是拿那个石头直接朗塞头，直接朗塞位，就这样骗过去。后来到了那个地方很震撼，因为他们开工作像现在基隆开工作坊是一样的。他们在一个叫小学叫 Buffet Day School， 他们所有那一个月大家都放下工作，有艺术家带着大家社区居民来创作各种东西。所有不要的东西都已经回收放在那个仓库里面啊，你可以自己取木头啦、雨伞啦、衣服啦、布啦、纸啊，不要的都自己拿来做创作。那你们要重新创作了？我们当下看到我们就吓到了，我们就说我们才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就后来想说，后来我就跟我那个蔡董讨论说啊，我们真的这样子那一天游行这样可行吗？我们后来觉得我们不敢去，后来我们就是告诉他啊，你们很需要人手啊，你们那一定需要大量的志工啊，我们来做志工啊，然后就这样。自己找志工。对，然后就把那个石头都没有拿出来，就放在那个一样那个 lucky 钱里面，就都没有动过它。啊，就回来以后就受到震撼，就觉得说哇，真的很了不起。那时候基金会刚好成立了3年吧，然后就开始觉得说哇，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因为基金会开始做国际艺术这块都是属于单项，就是说我们可能办的钢琴节啊、电影节啊、小提琴啊。各种的这个换骨的展啊，我们都觉得那是单向的，就好像是邻居来看完啊就走人了，就没有一个互动双向。自从我们看了飞梦以后，就发觉哇，真的非常感动，因为它就是一个双向的社区居民要动手做。所以我后来我们一直延续这块，就是最大的重点就在这里，每一个不管是社区的阿公阿嬷小朋友都可以来，然后你看他们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他们同时具备了三个身份。对我们台湾人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第一个，你就是一开始进入工作室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创作者，你是个艺术家。对。第二个，你在做一街头呈现的时候，你就是个表演者。对。那你在看别人表演的时候，你就是个观众。那一般我们做观众是最容易的。对啊。可是你一来到踏进工作坊，参加这个嘉年华，不管任何一个，不管你几岁，你就会具备这三个身份。这就是我们 catch 到最棒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就乐此不疲。从那一年开始，2002年开始，我们就开启了这个嘉年华之路，就这样一路下来陪伴下来。当然有机会，有这个很好的机会再跟蔡理事长来认识，对，就是这样结缘的。就是十几年前，对，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因缘。那最主要都是要跟在地有深厚的连接。那基隆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快来看看。
这就是很美丽的基隆哦，与在地有深厚的连结。那当然刚才说到的这个大游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有那个森巴鼓的音乐，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曾校长，他从开始呢在暖江国小就开始力推这个森巴鼓一直进来，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是，好，谢谢主持人。森巴鼓一开始能够在暖江推动，其实还是要多亏我们 JJ 的执行长，好，因为一开始是我们有机会到梦想社区去参观，好，现场有好多好漂亮很豪华的一个道具，那再加上最后执行长的大力支持，他派了一个巴西籍的吉古老师啊到暖江国小来，好，免费义务性的帮我们小朋友上课。那一个巴西的吉古老师到了小学哦，那真的是会引起很多的小朋友的关注啊，小朋友会用一些台式的英文跟他讲，那吉古老师也会用那种台式的英式的那个国语中文来跟小朋友做沟通，对，然后会问说为什么头发是卷的之类的哈，有一些这样的文化刺激之后，那接下来森巴鼓老师带着小朋友就开始进行基本的节奏的律动，好，跟节奏的练习。那我想东方跟西方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东方的小朋友从小就是被教导着要立正站好，就是遵守礼节，好，遵守礼貌，所以我们小朋友基本上一开始都是比较制约型的，但是呢一旦看到了我们的吉古老师，好，那种随着节奏随着音乐奔放摆动自己的身体摇动自己的屁股，好，小朋友一开始是嘻嘻哈哈的笑，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啊，有点丢脸啊，可是呢到了后来的时候不知不觉也会跟着老师让身体跟着摆动，好，这个是一开始学的部分。好，那一开始学了之后，很可惜的就是一年之后吉古老师就回到巴西去了。好，那时候在推森巴鼓的时候，其实最痛苦的就是师资。那时候好不容易邀请到一个音乐老师叫曾小芳老师，好，他很愿意来教，但是他从来没有碰过森巴鼓的节奏。他虽然是音乐老师，然后他主修的是钢琴。对，可是有趣的是，一开始是吉古老师来教小朋友，教了一年之后，虽然老师离开了，但是接下来小朋友会了，所以我们的音乐老师来的时候，是我们的小朋友教我们的音乐老师，哈，带着音乐老师一起做这个森巴鼓的节奏表演。但是，透过这种老师教学生、学生教老师这个互动模式啊，其实也让老师有了不同的一个体验跟启发。后来他就把他听到的、看到的所有的音乐的节奏，把它用谱记录了下来。哇，变教案。对，它就变成了一个知识的一个教案。从此之后，暖江的森巴鼓特色课程就正式的成立了。好，那小芳老师带森巴鼓这两年呢，我们就开始参加了基隆市老鹰嘉年华，好，也开始参加了一些社区的表演。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遗憾，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那种森巴游行表演，那种衣服是非常的华丽的，对，但是我们缺乏那种表演的舞衣，对，所以那时候就特别去拜托我们那个大抓官，好，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理事长，看他能不能协助我们，好，制作我们想要的那个森巴衣服。那时候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小朋友，我记得那个小朋友应该叫徐子谦吧。他设计了一套那个以蓝雀羽毛为题材的一套衣服，听说是票选出来的，对不对？对，我们班上有好多组小朋友，他们自己设计规划，然后经过票选，最后大家选了一个，具备过港社区意向的一个蓝雀的造型。但是那个毕竟只是平面的图，你要把平面的图变成立体的，真的真实的衣服，那真的就是还要靠我们蔡理事长这边来给理事长帮忙，对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在制作衣服的过程中，真的是也很感谢这个社区的帮忙，哈。最后我们拥有了自己的衣服，那就开启了小朋友正式表演的道路。除了参加基隆老鹰嘉年华之外，我们也跟随着蔡理事长，哈，参加征战全台，开始征战全台，哈，参加了新北的梦想嘉年华。也到了桃园的社造博览会，那最后
还到了宜兰的童万节，宜兰童万节的话，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助缘表演的概念。好，那个童万节提供免费的吃住，好，那免费的门票，那小朋友就是住在里面，那每天就是下午3点跟晚上7点固定出来游行，游半个小时就可以免费玩一天，所以小朋友超开心的，有点那种自食其力打工的感觉。好，那其实，在走这些深八股的教学跟过程中，其实，以教育的立场来讲啊，我们是发现了一些不同的闪亮点在小朋友的身上，就是发光发热。一般在学校我们会比较看得出来的是，类似国英数这些主科，因为他们的考试分数一出来，我们就大概知道谁的优势在哪里，谁的弱势在哪里。但是很多是笔试考不出来的。透过深八股的这种练习，还有游街这种实际的体验啊，我们发现其实，正像那个杜威教授曾经说过的，教育即生活，生活其实就是教育。我们会发现，像今这个礼拜六不是要参加基隆老鹰嘉年华了吗？我都会跟家长讲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就放心的让小朋友去。不要担心说他在大太阳底下会晒2个小时，会晕倒，会中暑。说我们老师都会在旁边随时看着，有不舒服就会移到旁边一对一照顾。然后他只要中间休息的时间，我们会不断的补充水分。好，那你们一定要放心，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我们小朋友其实90%时间都在室内，他没有时间走出户外，他也不知道走出户外那种感觉是什么。当他第一次走上了街头，站上了这个舞台，他会发现啊，原来现在这个时间我才是世界的最佳男女主角。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夹道欢迎的观众，每个人都拿着手机相机拼命的拍，这时候小朋友的自信心是高涨的。依照以前的经验是，每次打完一段的时候已经是汗流满面，有时候眼睛都睁不开，我们赶快帮他擦脸然后灌水。那时候我还会趁机说，要不要再多休息个1分钟？小朋友会直接跟我说，校长不要，我们赶快开始。为什么？因为旁边的观众很多人在看，对，他们这样走了2个小时出来之后，哇，就有那种登大郎的感觉，真的可以吃苦，可以耐劳，然后有更高的自信。好，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有的时候我说的身份支持，有的小朋友其实是具备特教生的身份，包含那种可能是自闭，或者是听障，或者是情绪障碍。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像我们现在东兴国小深八股队也有特殊教育的学生，但是当他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的时候，他的肢体动作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比一般生更投入。对，我们希望能够让小朋友行优辅弱，把他的优势智能拉起来，把他的弱势技能也跟着扶起来，让我们看到每个小朋友身上的闪亮点。这个是我觉得参加深八股队，这几年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跟意义，是就是可以让孩子展现自信心，而且跟在地有更深的连接。那今年还融入了很特别主题，就是友爱城市。是，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一次的记者会。海洋老鹰嘉年华办的第13个年头，在它一开始在举办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立法委员，那时候蔡理事长就很努力的想要办这些对于社区营造很棒的一个活动，那时候我就有协助发动参与。刚刚蔡理事长讲，我才突然想起来，有些事情时间一过都不记得了。但是13个年头过了，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依然办得很好，很温馨，今年又有很多公益团体加入，因此我们在游行的沿线，我们也搭配了很多摊位，让大家可以走一走，吃吃喝喝，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也可以传播更多社区营造的理念给我们的市民朋友跟我们的外县市观光朋友。今年的嘉年华已经进入第13年哈，那么每一年都会在文化局前面这边做工作坊。受到
非常热闹的气氛，而且是走出社区，然后整个觉得基隆市非常的祥和这样子，也非常融合这样。那我们的会员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哈。我觉得因为老鹰嘉年华虽然有13年头了，可是今年对我来讲是第一次，而且穿这个老鹰装，我自己原本想说我自己在路上走啊，没有办法像老鹰这样子飞翔，结果我参加老鹰嘉年华之后，我发现虽然我没有办法真的像老鹰这样飞翔，但是在台上打鼓穿着老鹰装，这样感觉就好像老鹰在演奏音乐，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很棒。所以我觉得老鹰嘉年华这个文化，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继续下去，一定要继续下去这样子。盛大的游行彩街活动将于9月16号周六下午3点从国门广场出发，会经过市区的中一路、仁二路、爱二路等路段，精彩的表演及魅力服饰，打造海洋特色嘉年华的游行。真的是非常热闹，光是记者会就可以看到很感人的演出，就是我们的盲人协进会，他们也一起来加入游行，而且听说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学鼓，对不对？我们请教理事长。这个盲人协进会他们会参与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游行，是因为他们参与社区营造的关系。那我们能够办这个嘉年华游行，其实也因为社区营造的关系。就是说，从20年前，我们因为社区营造去参访了戏子梦想社区，然后认识了这些执行长，然后后来他是鼓励我们在基隆，就是由我们社区来主办，然后梦想社区从后面全力的支持，那时候基隆市的市政府的预算并没有编列我们这个嘉年华的预算，所以。大部分都是我们就是用乡挺的方式，比如说，其他的地方有游行邀请我们，我们也会去参观，我们也会去参与。那执行长这边他们有什么这个活动的时候，也会邀请我们去一起来参加。那这样互相的休听，就是一种乡挺的那种方式哈，才有办法去。创造这个嘉年华出来，那再来是说，我们因为社区营造的关系，这些目前在参与工作坊的，都是大部分90%以上都是曾经参加社区营造的这个社区，那现在都是强调跨域连结，哈，社造强调跨域连结，像刚刚我们校长讲到说，为什么我们社区会帮他们去做衣服？我们是希望说，让小学生他们也知道说，社区营造是一些什么东西，让他们觉得从小的时候就会认识社区，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他长大以后会认同这个社区，认同这个城市。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做社区营造的时候，结合外界，那我们前2年我们就是跟我们的校长一起，然后他说他们学生对圣巴谷有兴趣，但是他们没有衣服，那我们就在计划中就用这样的连结，我们把小朋友带到社区来参观社区，参与社区的这个课程，然后在后来我们依据他们票选出来的这个图样，我们去打造出他们现在穿的这个衣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互相学习，哦，老幼共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社区营造的精神，然后才可以这样子。那这一次的像盲人协进会，像这个我们的脊髓损伤者协会的理事长吴清台，他以前是永安社区的理事长，我们七堵永安社区的理事长，他以前也是参与社区营造了，后来他因为骑脚踏车摔伤了以后，就停止社区营造，但是他反而是在损
在这个脊髓损伤者协会这边担任了理事长，服务了更多的这些损伤者协会的这些朋友。对，那他跟我们讲说，我们能不能参与？我说非常非常的高兴，你们可以来参与，因为我们希望说，嘉年华的主题是每一年有一些改变，每一年有一些变化，而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就是只有是玩一玩这些道具而已。那展现的就是说这个更多元的这样的精神在里面啊，展现基隆城市的印象。是，让更多的人可以来。那这一次非常感谢说有这么多的社区，还有学校，还有我们的这个舞团，还有我们的专业团队，以及我们全省来自各地的这个境外的团队来我们基隆参与。每一次我们到各地方去参与他们的游行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你们基隆现在办得很好，我们能不能去参加？”他们都会跟我讲说：“希望能有机会到基隆来参与这个现在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盛事。”这样子太好了，对，加大阵容，所以今年真的很热闹，有全新系列的海洋主题花车。就是好运，对不对？好运精神，好运吉隆，这很欢迎大家一块来看看。然后另外听说在海洋广场还有这个波浪鼓彩绘 DIY 的体验。对，现在就是从我们9月9号开始到我们的9月16号当天在国门广场，或者现在是在工作坊15号为止在工作坊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都有波浪鼓的这个彩绘欢迎亲子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坊这边来做彩绘的活动。那当天也会在国门广场这边也会有这样的彩绘的活动。那这个波浪鼓的彩绘活动如果你参与这个活动，当天可以把那个波浪鼓带出来一起玩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嘉年华游戏，一起来摇动鼓动一下。对，那我们要请教 JJ 哦， JJ 真的是参与我们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就这样一直默默的陪着支持着，那这么多年来的心路历程是如何？这个就像刚刚校长在讲到孩子那个打森巴鼓的过程，或者是其实刚刚讲说对孩子的帮忙，这是真的非常大哈。其实我们讲说，其实在做嘉年华游戏，其实它不只有影响小朋友，它还影响我们整个大人。我常在讲说，为什么我做这块事情是乐此不疲？很多人做职业都会有倦怠症嘛，但是我一直都，我目前到为止，我还是都选定的只有我只会教学校跟教社区，其他的人找我都不去教，因为我自己的梦想跟理想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在这边真正能够看得到非常大的让我自己很感动的地方，比如说，其实我们做工作坊的时候，我刚刚讲了。不管老或少，他都可以在工作坊里面。其实我每一次都发觉到很多这些阿公阿嬷们，他们尤其，其实我们常讲说，这些老人家们，他们好像没什么事。反过回来，其实他们会被家里的排斥说啊，你好像这个阿公阿嬷那么老都没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们就不重视这个宝，对不对？是反过来相反，阿公阿嬷来参加我们的时候，你看到阿公阿嬷他既然敢穿着。很少自己做的表演服装在街头这样子，对，他这句话就可以压，就可以对着他儿子跟媳妇跟孙子讲，没有人敢，我都敢了，他们没有人敢，你看，这时候阿公阿妈就铿锵有力，对，很有自信，这就非常棒。阿妈就说：“你看，我活到这个时候，我可以这样子在街头这样扭我的屁股，我不一定要成为什么舞蹈的明星，但是我就是这样子哦。然后终于自己表现在这个地方里面，这是一个他可以很得到这种回到那个赤子之心的快乐。”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常常教人家用环保的概念去做，像我们的工的那个材料都来自于环保。那阿公阿嬷就会以此类推。我曾经发现过几个案例就是这样，他们就说啊，老师你搞我教这吼，啊我顶刚顶我买晓，我改迄个我爱迄杯啊，比如讲马克杯、下破啊、玻璃杯啊、下破，不是丢掉吗？丢掉怕扎到人家的手。我说你下次可以收起来，破掉不能再装水，但是我们可以改装，我们再把它贴一贴纸。
可以把它加大加小或变成什么，它就变成可以另外的生命力给它，比如变成笔筒，嗯，变成一个装饰品，哦，所以我们教过人家把雨伞不要的剪变成水母吊挂在那，然后吊个风铃，哦，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常常在工作坊教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就有些阿嬷跟阿公他们就会一样化无，那当他化无的时候，开始被邻居发现的时候，啊，阿嬷你这到位买的时候，哦，伊就足欢喜的，他就偷笑了。好，所以我们学费就要给你做。嗯，啊，就较早老师搞阮搞阮都，所以我觉得说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会一直延绵过去。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这里，就是能够让这些人转成这个东西，包括小朋友是一样。我要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森巴谷后来我刚刚不是之前不是讲到说我们后来带到部落去了吗？那部落打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不是学业的问题，而是部落的人开始反对，说部落孩子为什么要打森巴鼓？哦，那他们打，你知道吗？他们觉得他们部落传统文化应该是说要去做什么部落编织啊、狩猎啦，或者是相关的文化，就是原住民文化。为什么要执行长？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到学校来？你知道吗？我们带去的那个带队老师跟带艺术家都被打回来，然后就说校长本来说同意，结果后来部落不同意，好不好？那后来我就。去面对那个部落，跟部落长老开一个大会，讲说，我就听他们讲，他们一直骂骂下去，后来就换我讲了，我就说这样子让我讲一下，我就讲说，各位长老你们讲的都对，保留部落文化也都对，就像我们现在台湾，我们身为一个中华民族，我们要保留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也都对，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要不要创新，要嘛，我们小朋友不可能只是做这个文化传承嘛，一定要有创新嘛，那创部落传承就是由谁教，就是长老你们要教了哦。创新就不是你们教，就是外面的这些人来教。其实孩子将来要面对全世界，不是现在他永远在部落里面，他要到美国、日本、台北哪里去，他面对这么多事情。就像你知道吗？为什么接城市的小朋友都在学钢琴？那也不是我们的文化呢。那后来最后讲一句话说：那为什么部落孩子要打棒球？也不是你们的文化啊。所以我说我们要摒开这些东西，这个就是创新的部分。我们把森巴谷引进，就是希望说透过我们知道偏乡的孩子他们的资源不多，你们的孩子想要去学个钢琴学个小提琴都不容易，老师在哪里，但是我们部落带我们把森巴谷带进来是整个集体的，让你们大家有团队的力量，然后有自信心，这些小朋友改变真的你们都可以，你们可以自己在部落看得到，因为孩子以前在部落讲话没有力量，可是他现在在部落他表演下去的时候，大人都要给他掌声，他变成很有自信感。反过回来就说，我这么小我就可以让就做这些事情，让大家快乐，让大家怎么样，所以我就用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在打动他们，部落才又同意让学校去打森巴谷。其实每件事情在推都有非常多问题，但是对孩子就是很好，所以我常常想说部落孩子真的没有那个国际音乐的元素进度，那我也没有期望每一个人打鼓的人将来要打得好棒好棒，像来欧顿不是。其实我在负责只是一个音乐国际音乐乐理的一个点火启蒙。也许他今天他的人生因为读这个学校，他启发他打到了森巴鼓，不管是一号鼓、二号鼓、三号鼓开下，或者是海滨尼基都没有关系。他人生第一个就是接触到这个国际音乐这一块。也许他将来觉得说我适合走音乐，他就可能会往小提琴、钢琴、其他音乐或其他非洲鼓都没有关系。就像我们校长在教育学生一样，其实我们就是在开启他们，我们在透过多元的音乐、多元的教育、多元的艺术去给他们，让他们将来人生他们可以选择，我觉得这就很棒。对，这就是拓展出去。所以在基隆其实不止我们的东兴国小、暖江国小，其实其他的学校也有这样森巴鼓队出现，对不对校长？是是是，目前其实基隆市一开始是只有暖江跟八堵、哎、对、那自从我去年调到东兴国小的时候，哎，我们也礼聘了我们的基隆市当地的土生土长的一个孔玉慈老师，他本身是英国打击乐，他拿到了英国打击乐文凭，英国打击乐文凭基本上就已经是可以到那欧洲各个乐团里面去当职业的演奏家的一个文凭，所以是非常高 level 的一个部分。那请他来我们东兴国小来带我们的森巴鼓，那也期盼就是，自己的本地人，基隆市自己人教自己的小朋友，鼓了耶。对，然后能够在老鹰嘉年华的时候，把我们小朋友的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那除了东兴、暖江、八堵之外，听说今年又多了一个仙洞，一个仙洞国小。那仙洞国小的江兆仁校长也是我们从暖江出去的一个校长，那
我的感觉啦，开枝散叶，我的感觉有点像开枝散叶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暖江看到了森巴的美好，所以不管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们都希望将这一个美好传播给其他学校的每一个小朋友。是，就是要传递这样美好的精神啊！我们要请教里长，其实里长是不是看到从这个社区营造，然后慢慢变成一个整个基隆市大型风街的嘉年华活动，是不是会激起你不同的想法？是不是对社造会有新的 idea？ 其实老实说，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社造的时候啊，根本不知道社造是什么。嗯，就后来就是因为老婆的关系，所以认识了蔡秋玲蔡理事长之后，在社造这一块哦。在蔡理事长一直没教我教一直跟我讲说社造是什么，社造要怎么做，要整个过程是什么，这个方面呢、啊，他就一直跟我讲，我就想说他到底是要做什么。在后来就在当年同一年之后，就刚好碰到嘉年华，他就带着我去做道具服。那时候就跟做着道具服啊，那道具服也不会做，就慢慢从一个粘一个小东西，一直粘到现在。现在可以独当一面去帮人家粘到整台花车这个部分啊，我觉得社造这件事其实就是带给我一个，就是它其实不管年龄，只要你想做，你肯做，其实社造每个人都可以做。你只要有想法，想要改变，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或是你居住的地方变得更好，社造就可以把你带进去。对，是。那会不会有什么新的 idea 在明年会蹦出新火花呢？我可以跟蔡理事长提一个这个要求嘛，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运动，所以明年可以做跟运动有关的。哦，不错，有新的哦。对啊，明年可以做运动有关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嘉年华游行的这个主题哦，是应该我们会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元素把它加进来。那我们里长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比如说你要注入什么运动的部分或者怎样，这个我想都可以。我们后续当然还会再做，每一年都会去做讨论，讨论出来以后，然后再朝着这个方向这样来做。像我们今年在做这个嘉年华道具，这个嘉年华的筹备会的时候，从年初就开始。你不要看说我们9月16号才这么一天的活动，其实我们从年初就会跟市政府联络，然后我们会非常感谢市政府各个这个局处可以这样子的通力合作，才可以办这个风街的这个一个大活动。那在筹备的阶段，比如说我们也要到六堵的这个仓库去制作一个大花车，又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听说你们还会改装以前旧的，对不对？对，以前旧的这个花车，我们有的会淘汰掉，有的会去做改装。因为制作一个花车，其实材料费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所费出去的这个精神跟这个。时间需要很多，而且要很多的能力一起的来参与。那艺术家指导以后，现在我们大部分艺术家怎么讲，我们大家都会了。那在社区居民来讲，最困难的就是最后完成的那个勾勒，那个涂装跟勾勒，那个都是要由我们艺术家这边的发想。因为他们，我们跟他讨论说，我们今年主题是什么？然后设计图一出来，这个设计图一出来，然后就依照那个设计图这样来做。那个记者你也到现场去看过了，平面变立体很厉害。对，你看到那个平面跟立体是完全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几年来做下来的。感觉是，但听说今年很厉害，今年有华丽仙侠人物、无限人形剧场的 cosplay。有，今年有市政府这边去找了，我们有四个专业的团队，有 cosplay， 有什么魔术团体，我想还有一些布袋戏，对不对？篮球的这种。
在街上打这个什么花式篮球，花式篮球也会走上一起游行，就对，对，运动梦完成一半。哎，有花式篮球，还有 cosplay， 嗯，所以加上我们原本的这些队伍，我想今年会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彩，是，然后包括现在只要你高速公路一出来，就会发现说我们的这些。交通管制或者关交通管制的时间跟范围那个市政府都有很详细的资讯来通知我们的所有市民，也希望说所有的市民注意一下政府发布的这些交通资讯，然后希望你也各位朋友也可以通知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从外地赶快在两点之前，因为两点就要封街了，封街了，三点正式的游行到五点结束，希望来看看基隆这个一个很漂亮的海港城市。是，我们剩最后三分钟，我们要请四位跟我们观众朋友呼喊一下，宣导一下。我们先从里长开始，好吧，里长。希望今年的9月16号，全台湾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海洋老鹰嘉年华。好，谢谢 JJ。我想这么多年来，今年应该是每一年比每一年更精彩。去年来过的人，今年更不要错过。嗯，校长，老鹰嘉年华是所有森巴还有那个表演艺术家的表演的最棒的一个舞台，欢迎大家一起共享盛举。理事长，做了社造20几年，然后有。因为做社造的节庆活动，然后走上城市的这个节庆活动，我觉得，老鹰嘉年华让这个政府的认可，我们是觉得非常的高兴。然后市长在这一次的记者会也特别强调说，老鹰嘉年华以后会，延续下去，这个来举办，让它更有，意义。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期待，是，这就是与在地最深刻的连结哦，所以非常欢迎市民好朋友9月16号一起走上街头，一起来跟着音乐摇摆，一起感受基隆的新魅力。谢谢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谢谢。